What's up？ 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今天的影片比较不一样，因为还有一位特别来宾。这位特别来宾就是迷倒成千上万少女心的雷瑟波。哎，我叫小波，不是雷瑟波。哦，没有啦，开一个玩笑啦，其实他叫小波。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挑战呢，是两个不会吃辣的人吃了这一个 Maggi Bedas Killer Mi Goreng 锅会有什么反应？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这一个挑战，然后看谁先把两只矿泉水先喝完，那个人就输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呢就要去煮面 ，Let's go。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这一个挑战，看两个不会吃辣的人吃了这个面过后会有什么反应，然后谁辣到把这个水喝完，那个人就要接受惩罚。欸，不是什么惩罚，叫我来都没有讲惩罚，就是不要给你知道才有惊喜吗？给你知道了讲完，对不对？哇啦，惩罚罢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吃这个面，三二一 go。所以我赢了，这样子我们就来惩罚哈，就是在大庭广众喊我是雷瑟波。哇，你我在哪里？怎么谁叫你要喝水？我叫你喝，我都没有喝，你还喝到完，还喝到完，成何体统？不是过两没有牌我才喝完的，所以你就是输，就是要接受这个惩罚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啊。怎样子被惩罚？现在要去接受惩罚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什么感想？哇，走！
挑战成功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点赞，这里一个红色的 subscribe， 大家记得帮我们订阅哦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。